林霄贤不努力，真的要继承家业的。我18岁我走的，是因为我18了，我父亲就强制性让我回家。就学做生意吗？对，你就在这待着就行。众所周知，七队全靠老秦养，迟到迟出名了。对，他们德云社是有罚款，罚款是真�罚呀。正常第一回迟到是罚100，然后是200，然后是400。你现在到多少了？我罚到4500。他只出了一个人的年终奖金出来。关于男人这奇怪的胜负欲，没了多少钱？没多少。你随多少？我1000嘛，差不多差不多，那就行。我12000。凭一己之力成七队主办方。我们年底的时候，可能队里会组织啊，大家一块会搞一个团建。因为你们经费很充足。对，纷纷感谢我，谢谢谢谢，我就变成主办方了。咱秦爷蹦迪卡座是标配。你是真不喜欢蹦迪吗？怎么可能，我就天天蹦，夜店是我家，我能给蹦他。你是我对艺术舞台的热爱。对，不过不是艺术舞台，那是酒吧散台。我啊，秦霄贤啊，去过散台吗？居然有人说秦公子穷。我有病。什么症状？选择障碍。穷，我穷。如果是16万啥也干不了的秦公子，不够100万哪够啊？所以说工资少是有原因的。错了，老爸。嗯，豪横还得看咱秦总。云社，黄不了。怎么就黄不了？你这听着多吓人！看见我啊，我有爸，我爸把千大爷股份都买过来啊，对不对？师兄弟欠我的钱啊，我也不要了。有钱呢。第一次听说佛跳墙是小吃。佛跳墙，说这是北京的小吃，对不对？佛跳墙，北京的小吃。嗯，哎呀，你都拿这当北京小吃了吧？是啊，家里只有佛。小月月表示，我就不该问。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？酒店，星级酒店。哎，就正常3星4星，你们也开有5星。很多吗？酒店？北京、大连、辽阳、深圳、上海。别说玛莎拉蒂还真有自行车了，骑自行车。他不骑自行车，玛莎拉蒂自行车。哇，自行车没有玛莎拉蒂。又是装穷失败的一天。你别看我脑袋现在他的不是，其实我们俩换车开的。我开的是保时捷。对对。我都没说到家里没有钱的，我怎么都不信呢？看来富二代这个身份是人尽皆知了。有钱吗？有。我也不说是谁，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？嗯，开个玛莎拉蒂，自己拉的车。谁家点外卖这么贵？280块钱，不是说当兵的时候来好了，接受280块钱，基本上点个外卖也挺贵的。您家里是有矿？原来二哥眼中的豪车是这样的。哪有1亿？谁那么有钱呢？太多了。老秦啊，老秦每天开着粪叉子的眼睛。